那个玩人家，让我们来填满。对，哦，家人，我们填满你。没有，就是家人。我想说就是，我也有送你个满满，很棒。为什么？他刚刚带了很多食材来，他想要把我们的那个肚子填满，填满，填满。有他在，我们就还有你有你在，我们圆满。对，好。OK。然后讲到小猪之后去反省嘛，嗯，我希望他就是在人生中可以以静制动。谢谢。以静制动，要让我的心静下来。没有啦，就是你知道，有时候就是。心境很静的时候，他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境高。对，我希望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用这个字，然后来就是让他工作变好。嗯，谢谢，谢谢，我喜欢。是什么？饶舌歌手在掰嘛，掰嘛，我跟你讲，写字就是要掰，来，很啊，很，很呀，很哦。希望小杰，因为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温和。对，如果想要就是看到他哪一天就是，嗯，有很近，很起来。对，因为让他第三季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他骂人啊，很起来，哇。然后大远，我是送他一个赞，因为我觉得他心地非常对，对，真的。又要哭了 ，Oh my god！ 我怎么觉得好像要分开的感觉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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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来啊，先给你了。乐乐乐乐，这不是乐。这是乐，对，因为我今天就是在这边写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一直在做音乐，然后我希望你就在音乐这条路上，我们两个人可以，就有需要的话，你可以打给我，我们可以一起创作，绝对的，乐，跟大哥一起，赞呢，老火火，家，家，对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家人，所以你那个玩人家，让我们来填满，对，哦，家。我们填满你，对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他也要哭。等一下，那个静文，静文那一张，好，来这个，可以，送给你。行。因为他十几年没有交女朋友，我想到就送他一个情字。不要。然后情字还有一个含义，这个情字就是我跟你的兄弟情。哎，哦，所以对，哇，春哥。没有，就是家人。我想说，就是有我们在的地方，他就会有那个家的感觉。所以我送他这个词。哎，你要不要知道我送自己什么词啊？怎么了？我送我自己一个真 real 的意思。Real， 对，我 stay real。你们应该知道，就是我一向就是直来直往。没错。对，然后就是很真嘛。很真。对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是真帅。